尊王，响应迎您的通使，急于为你斩头。请您。我做了决定，把你有用的器官和眼角膜捐献出去，去救更多的人。我对不起你。下辈子还是兄弟。经过我们的专家评估，樊警官他的器官能挽救三个人的生命，能让两个人重见光明。生前的愿望，把他这个器官捐献给这患重病、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这些病人。就是一个只考虑别人，不考虑自己。该给别人的都给了别人，走的时候只穿着自己的情服。2月11日上午，我们就下地，就开始我们社区一个队一个队的走，然后一直忙到就是中午12点吧，然后他才就是回来，回来以后直接跟我说你回家吧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分开了。再也没见过他，一直想着他能挺过来，但是没想到这个疫情以来，他交代我最多的就是咱多走一步路，然后群众离危险就远离一步。晚上12点多还给我发信息，和他就是应对啥更好的办法，能不能快一点？我们社区就是有900多户，大概就是快3000人吧。然后截止到现在，就是我们社区没有发现一起疑似的或者是确诊病例。2月10日这一天，我们打电话打得特别多。你离家近，今天孩子第一天上网课，你能不能回去给孩子看看？他说回不去的时候，我还冲他发了脾气。现在想想是挺后悔，我当时不应该在电话里对他发脾气。在家特别近，这疫情以来就没有回过家，就一次家都没有回过，天天就吃住在单位。工作上的任何事情他都不会让我们等，但他家人就永远都在等着他。我老大长到今年都9岁了，今年夏天第一次看到大海，以后他再也不能带我孩子出去了。初一的时候是我们接到那个通知，然后紧急通知要求全部民警辅警在岗在位，来不及吃妈妈包的饺子，就带着我和女儿匆匆回来了。回来路上她一直在听一首歌，我当时还发了一个小视频。我一点出现风流，峥嵘。
放心做保证，一心不退，我们警察肯定不退，这是我们的事业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